开场倒数一分钟，请歌手上台，谢谢。歌手在台上往前走，谢谢。哎，宇杰哥，记得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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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首是你的哦。歌手往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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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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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的配合，谢谢慧芬姐，不要再偷喝了。可，来倒数三十秒。倒数二十秒，倒数倒数，倒数开始，倒数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弟兄姐妹晚安，晚安，让我们一起从位上面起立。在开始的时候，先跟左右找三位弟兄姐妹，兴奋地跟他讲说：“今天很开心能够跟你一起来祷告。”今天很高兴跟你一起来祷告。Amen。Amen。我们真的相信，当我们今天同心合意来到这里一起来祷告的时候，上帝要来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献上的祷告。这个祷告不论是大的是小的，神现在就要垂听，并且在今天祷告当中，他要来施行大事。Amen 吗？Amen。所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信心跟盼望，数到三，给神一个最大的欢呼，欢迎神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要动工了。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！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抽出触摸心中所有的怀疑，狂野之中紧紧跟随你主火烛。从头再唱一次，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狂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火烛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，狂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面的讯息，刚强壮胆的前进。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阿们，今天神要在我们当中施行大事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救赎起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狂野之中紧紧跟随，跟着火烛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，狂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允许不改变。我仍然祷告，心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我的祷告无论求
想什么，只要相信就必得着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每个人大声来说，我的祷告，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今天晚上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让这首诗歌讲到我的祷告，当我相信的时候，就必要得着。无论你现在的信心是大的是小的，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的时候，神没有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，微小的祷告他听见了，呼吸当中的祷告他听见了，今天晚上他必要成就，他必要成就。要不要举起你的手来？如果你信心不够的，就让我们向神来求，主啊，更多的信心给我。主啊，我软弱的我知道，当我可以依靠你的时候，主我就知道要跟着你，要经过，要带领着我看见许多神迹奇事。弟兄们好，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口，一起来祷告。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逆迫之中我仍然祷告，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大家跟着神一起来经历，心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是新生机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新生机的神，
绝望中四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，每个音讯都是在阿门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直到耶利哥的城下一片片倒塌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直到每个大门也一世都完全成就。神奇的神，绝望中四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新神奇的神，绝望中四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，每个意识都是在阿门。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直到耶利哥的城下一片片倒塌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直到每个大门一许都完全成就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在20到3的时候，让我们请大声的来欢呼，大声的来祷告，大声的来宣告，因为当你开始宣告的时候，神要开始为你来成就了。准备准备好了吗？献上你最大的欢呼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要你要为我们成就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起从神开口来祷告。全成就。
直到永远。
祷说，我们相信神的主权，我们相信神的主权，相信神的主权。Amen， 今天我们相信主掌权在我们当中。Amen， 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，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。Amen， Amen， 我们开口敬拜的时候，那君王就设立宝座在我们的聚会，但也在我们的家中，也在我们的国家。Amen， Amen， 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，让我们相信，今天当我们开口歌唱，神就要来掌权。Hallelujah， Hallelujah， 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Hallelujah。耶稣神公义的彰显，他是人子，神独生子，他国降临，耶稣真牺牲的救赎，尽的荣耀，尽的诚意，他国降临，他的国度永远长存，他的荣耀无法测度，君王的大能和尊贵，他的国度已来到，他国度掌权，他统管万有，他的国能满有权柄和能力。耶稣神公义的彰显，再来唱他的国度，他的国度永远长存，他的荣耀无法测度，大声的来宣告，君王的大能和尊贵，国度已来到，他国度掌权，他统管万有，他的国度满有权柄和能力。耶稣，神公义的彰显。共同来唱耶稣，耶稣神公义的彰显，对了宣告，他是人子，神独生子，他国降临，哦耶稣，耶神的救赎，宣告尽的荣耀，尽的荣耀，尽的真意，他国降临，哦，他的国度，他的国度永远长存。对了，我们高举双手来唱。君王的大能，君王的大能和尊贵，他的国度已来到，宣告他的国度，他国度掌权，他统管万有，他的国度满有权柄和能力。耶稣
来宣告他的国度，他的国度永远长存，他的荣耀无法测度。对了，我们大声的宣告，君王的大能和尊贵，他的国度已来到，他国度掌权，他统管万有，他的国度满有权柄和能力。好吧，我们就一起大声开口来祷告，他的国度，他的荣耀掌权在我们当中。 Amen。 数到三，我们大声的喊三声主啊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上帝，我们相信主啊，你的国度永远长存，主啊，你的荣耀要降临在我们当中。耶稣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，主啊，你带下能力，主啊，你带下一切，主啊，我们相信在十字架上，主啊，一切都成了，主啊，一切都成了，主啊，因为我们相信，主啊，你胜过一切阴间死亡的权柄。Come on，弟兄姐妹，开口来宣告，耶稣掌掌权在我们当中，他已胜过一切。哈利路亚！对了，耶稣，你已胜过一切，主啊，那一切的困难，主啊，那一切的谎言，主啊，你也胜过，主啊，那一切阻拦我们疾病痛苦，主啊，你也胜过了。哈利路亚！是你哦。今天就是要来呼求你，耶稣，我们要起，主啊，我们要宣告，主啊，你的救赎，主啊，你的荣耀，你的国度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是你哦，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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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是你哦，拉巴，再来唱他的国度，他的国度永远长存。永远长存，他的荣耀无法测度，君王的大能和尊贵，他的国度已来到，他国度掌权，他统管万有，大声来宣告，他的荣耀无法测度，君王的大能和尊贵，他的国度已来到，他国度掌权，他统管万有，他的国度满有权柄和能力，耶稣神公义的彰显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晚上我们是来到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面前。阿们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，他说他看到他的袍充满了殿中，
你记得我说过那一个的画面，就是因为在当代每一个的君王，当他们打败了一个王，就会拿他们的袍子缝在自己的袍上面，所以如果那个的袍越长，就代表他赢得越多。但是当以赛亚看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他发现到他的那一个的袍子是一直没有停止下来的，因为我们的王他不只是王，他是万王的王。我就会觉得中文翻译有的时候会失去，因为万王之王，但你就觉得那他就不是一王的王了，因为只是万王之王。但是我喜欢英文的翻译，他是 King of Kings， 就是所有君王的王是他，所有君王的王是他，所以就代表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到他的面前。阿们。疾病不能够胜过他。阿们。债务不能够胜过他。阿们。所有一切你现在面对到的，你要知道这一切的都在他的脚底下。Amen。 因为他是胜了还要再胜的神。Amen。 他不是以前胜，他是过去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。Amen。 这是为什么这100天我们是带着信心到他的面前。Amen。 我们知道他掌管一切。Amen。 我们知道他统管万有。Amen。 我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。举起双手来敬拜耶稣，神公义的彰显，他是仁慈，深度深知他国降临，牺牲的救赎，基督的荣耀，基督的降临，他国降临。喊三声主啊，开始来祷告，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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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祷告他的国要降临，祷告他的国要降临。请卓越希望的唐牧师来祷告，求神的国要降临在台湾。阿门。阿门。是的，全能的上帝，他们的天父，我们大大的赞美你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来宣告，主啊，你的国度要降临。阿门。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全地都要看见你的荣耀。
门阿门阿门阿门。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有一段的经文，我们来看在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第十六章，耶利米书第十六章，我们第十九节，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好不好？一起来，来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保障，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。列人必从地极来到这里，说：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，是虚空无益之物。再一次来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保障，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。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，说：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，是虚空无益之物。再一次，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保障，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。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，说：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的，是虚空无益之物。阿门，阿门。多么美的一段的经文，在这一边大声的宣告的是，他在讲的说：主啊，你是我的力量。阿门。他说：你是我的力量，而且是在苦难之日，我们能够逃到这里来。Amen。当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，他就形容到列国的反应。你知道他说列国的反应是什么？列国的反应是他们就开始看见到他们过去所相信的，过去所敬拜的，全部都是虚假的。我们要宣告台湾要成为一个的宝岛，是让人家看见到因着我们相信了上帝，他们要来到这边跟着我们一起敬拜神。我们在这边祷告的是台湾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岛屿，台湾也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。因为当人家看到神在这边所做的，人们要来到这边寻求上帝的。难道这不就是圣经里头讲说万国要到锡安山？干嘛去锡安山？就是干嘛？为什么万国要去以色列这一个这么小的地方？以色列没有什么要吸引人的，但是上帝吸引人，万王之王吸引人。请祷告同工可以到台上来，但是我们就要来祷告一件事情，我们就一起要同声开口的来祷告。我们要来祷告说，在这一段这一个的应许，他第一段讲到的说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就祷告神是台湾的力量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这一个的力量是要让我们大有能力的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读三遍好不好？我们再读三遍，来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保障，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。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，说：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，是虚空无益之物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保障，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。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，说：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，是虚空无益之物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保障，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。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，说：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的，是虚空无益之物。阿门。阿门。我们先来宣告，再一次宣告他是我们的力量。
好不好？我们就开始宣告他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在这边就向你来祷告，就宣告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力量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力量。谢。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耶稣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上帝啊，我们就是向你来宣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又是宣告你的大能，我们宣告你的大能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我们请新新道会的李中伟牧师带我们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感谢赞美，是我们的力量。是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力量，我们充满了你智慧，充满了你慈爱，充满了你和睦，充满了你的平安的力量。我们不两岸的关系，你是我们和平的力量。另外，我从我们教会传福音向外哦，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办法，是我们的家人，是我们的工作的同事来传给你的好消息。这样的力量是强壮的，是得胜的。谢谢。把我们台湾的众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是我们的力量，把父亲的力量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我们就继续的宣告。我觉得很美，它有三个我的，你要三个我的，是我的力量，我的保障，我的避难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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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。我们来宣告好不好？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来祷告，他是我们的力量，他是我们的保障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Amen。 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，我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保障，主啊，是的，你在这一边，谢谢你，赞美耶稣，上帝啊，我们在这边就是献上感恩，献上感恩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保障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台湾的力量，你是台湾的保障，你是台湾的避难所，你是台湾的力量，你是台湾的保障，你是台湾的避难所，你是华人的力量，华人的保障，华人的避难所。所以我们不是去看别人，我不是看你，不是看哪一个的政党，我们是看你，主啊，我们就是向你祷告，向你祷告，谢谢主。耶稣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力量，你是台湾的力量，你也是台湾的避难所，你也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也是我们的喜乐，你也是我们平安，你是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，也是你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上帝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上帝，你是台湾的力量，你是台湾的保障，你也是在我们国家当中一切困难当中的避难所。上帝，你亲自的来带领，让我们更多的谦卑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时候，求你来搭救，求你设下一切的保护。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耶稣。阿们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保护，所以我们就不惧怕恶者能拿我们怎么样呢？主啊，所以我们不惧怕，因为你是我在患难时的帮助，你是我的保障，你也是我们国家的保障。主啊，我们宣告台湾是属于你的，是你所保护的。上帝啊，我们要看到，主啊，这个地方是和平的，主啊，是有上帝同在的。
主啊，这是有上帝同在的，无论向东向南向西向北，主啊，这里都是你所爱的。因此我们在患难中仍然要大声的宣告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帮助，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。主啊，当我们仰望你的笑脸，我们有得胜的乐歌要唱，我们要再一次的宣告，你是我们的山寨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天天来宣告，你是我们的保障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拯救，主啊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。主啊，你是我们家庭中的拯救，主啊，你来拯救我们的家庭。主啊，你是国家的拯救，主啊，你是国家的避难所。是的，你是国家的避难所。主啊，纵使千人扑倒在我们的右边，万人扑倒在我们的左边，但是这灾必不临到我们。主啊，你就保护我们的国家，主啊，如同保护眼中同人一样。主啊，我们遵从你，你就是我们的保障，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遵从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哦，主赐下充满荣耀求你一直眷顾这荒凉的土地，因你是世人怜悯的主，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，求主医治这土地，如今我们同心合意恳求，当你重新建造这被毁根基的时候，就赐下圣灵的火来焚烧，除去我们所拜偶像，恳求你赐下恳求复兴的生活，以真理话语来更新这土地，灵恩殿下和活水永流不尽，让生命的风吹在这地。哦，主赐下充满荣耀你的心，让主的荣耀要充满在全地，再一次为着台湾，为着两地两岸来祷告，主的荣耀要充满在这一边，主荣耀的地方要是平安的地方，主荣耀的地方要是合一的地方，我们要呼求主的名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一起同神开口，再一次为着两岸的和平，两岸的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在这边就向着你来祷告，上帝啊，我们就是要祷告，求你听我们的呼求，听我们的呼求，上帝啊，让这边要是平安的。主耶稣，就是祷告，所有的毁坏要离开，所有的撕裂要离开，上帝啊，我们在这边就是向着你来祷告，向着你来祷告，向着你来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主耶稣啊，我们就是宣告宣告宣告，所有的黑暗，所有的撕裂，所有这一切都离开，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，你的荣耀充满在这地，你的荣耀充满在这地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赞美耶稣，
哈利路亚，神国的大家，让我们大家，哦，主啊，你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神国的大家，让我们大家，哈利路亚，啊，主啊，是一个新的日子，新的日子，所有的仇恨离开了，这是新的日子，新的日子，新的日子。上帝，两岸要经历到你是耶和华沙龙的神，是赐平安在我们当中的神，是赐平安在华人世界的神。上帝，我们宣告你的平安降临，我们宣告你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国家，保守我们的未来。所有的战争要离开，撕裂要离开，杀害要离开，撒谎要离开。是的，所有这一些不是属于神的都要离开。现在主，我们宣告，是的，两岸三地要充满了你的爱。是的主，你的和平，你的合一，你的和睦，因为那是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求主你怜悯，是的，两地的百姓，主要在你的爱中重新来建立。是的主，在你的爱中要来恢复那彼此的关系。主啊，我们呼求你的怜悯，我们呼求你的大能，因为你是掌权的神，你就在两地来掌权施恩。是的主，你掌权，你施恩在两岸之间。主，我们就是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带着权柄，带着能力，我们来祝福我们两岸三地之间，让我们的领导人中间他们没有任何的私欲，他们领导人之间他们所想的是为着彼此的好，是为着彼此的共荣，没有权谋，没有诡诈，没有野心。主，我们这次交在你的手里，愿你的平安临到，愿你的爱临到，让彼此之间能够走出一个新的美好的关系。谢谢主。阿们。是的，是新的美好的关系。上帝，因为你来，平安就临到了，喜乐就临到了。上帝，让两岸的百姓不是只有没有战争，让我们要丰衣足食，让我们要安居乐业，让我们要平安喜乐，让我们要幸福美满。耶稣，我向你献上这个感谢。上帝，求你赐给我们那新的日子，是和平的日子，是充满爱的日子，充满平安，充满盼望的日子。上帝，我们祷告你翻转在领袖们的心中。上帝，你的光要照亮他们，用你的话语来改变他们。求你赐下平安在这两岸，求你帮助我们的国家，也帮助我们可以享受到你的恩典。我们就是更多的来寻求你，要看见，要一切的环境要变得不再一样，紧张的情势情况也要被你来消还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是的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真的更多的为着两岸的领导人我们来祷告。上帝，让他们有敬畏你的心，让他们有敬畏你的心，有爱百姓的心。主啊，我们相信王的心都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就是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宣告，因为是你掌权，是你荣耀的日子要来到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阿门，阿门。我们为着以色列跟哈马斯中间的战争祷告，我们要为着这可怜的百姓来呼求，求上帝怜悯，让这赶快停止下来，所有的杀戮要停止下来。所以我们就向上帝来求，求上帝垂听，求上帝看顾，让这快快的停下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就再一次把以色列，再一次把巴勒斯坦交在主的手里。上帝啊，我们就是祷告他要停下来了。主耶稣啊，该停下来了，这个样子已经够了。上帝啊，让撒旦的作为要停止下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主耶稣啊，你在这边动工，你在这边动工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上帝啊，你在这边看到孤儿寡妇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主，我们就再一次为着在以色列、在哈马斯主持这些的问题，交托在你的面前。天父，求你侧耳看，求你侧耳倾听，这地百姓苦苦人等的那个呼喊。
许多的孤儿，许多的寡妇，他们在那里呼喊，他们需要你的怜悯，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主啊，这地的百姓都是你所爱的百姓，求主断开那个仇恨，断开那个杀戮杀红眼的那个暴力的权势。主啊，求你让有更多好的人道组织，好的和平的一些的方案。主啊，让这地不再是杀红了眼，不再是仇恨的对立。因着你是平安的君王，因着你是平安的君王，让这地得享平安，每一个夜晚都是平安夜。主啊，是的，每一个夜晚都要是平安夜。主啊，奉主的名吩咐那一切的战争杀戮都要停止下来。主啊，你怜悯你的百姓，主啊，你怜悯你的百姓，主啊，为了那些破碎的家庭向你献上祷告。主啊，你纪念他们，战争从今天开始就要完全的停下来，挪走一切的仇恨，挪走一切的杀戮。上帝，我们宣告每一天都要是平安夜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阿们。求你打开天上门，将丰沛的言语滋润充满整个大地。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意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求你打开天上门，充满整个大地。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意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求你打开天上门，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。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日子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浇灌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给上帝的热情的掌声，感谢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当我听到同工在台上祷告的时候，我心里很感动。我知道这样的祷告是摸着天父的心的祷告，我知道这个祷告是在上帝宝座前的祷告，是可以震动天地的一个祷告。因此我就想到启示录第八章，当大家在祷告的时候，想启示录第八章上边的经文，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哈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寂静，约有二颗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只号赐给他们。我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，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信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。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天使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水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。最后这节经文再读一遍，来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水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。这段经文是提到说，当上帝在天上，天使要吹第七号的时候，要吹第七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天上出现了一个状况。那个状况是什么呢？那个状况是有很多的天使在上帝面前，手上拿着香炉。这个香炉上边有什么东西呢？有众圣徒的祷告，要一起呈到上帝的面前。你注意哦，呈到上帝面前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上帝就把这个香叫天使倒在地上，
结果地上就发生了什么东西？雷轰、大声，还有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注意，当众圣徒的祷告达到天上的时候，地上就会有惊天动地的变化。我再说，会有惊天动地的变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我们的祷告，不要以为许多人把祷告当作是一个宗教的礼仪而已，特别在有些的我们说典礼的中间什么的中间的哈，就会安排几个祷告，结果那个祷告都变成了典礼中间的仪式而已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把它当作仪式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但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它就会带来极大的祝福、极大的恩典、极大的改变。保罗在那边讲，我们是攻破撒旦的营垒，将人心夺回。你注意怎样攻破撒旦的营垒，不是用刺针飞弹，不是用寻弋飞弹，攻破撒旦的营垒就是用你的祷告。我再说，你的祷告可以攻破撒旦的营垒，你的祷告可以改变天地万物。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不相信，不相信，所以就没有神迹。如果你相信，天门就要为你打开来。所以你看耶稣自己啊，在水里头受洗的时候，从水里上来，圣经中间讲说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。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就教导我们，他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他自己叩过门，天门开了。所以他知道这个恩典是每一个神儿女你都可以来敲门，你敲门天门会打开来。相信的人你说 yes， 相信你说三个 yes。 呀，很多人手都不举，难怪你不会有神迹。刚刚没举手的，我跟你说你真没有神迹，你一定要相信。你不要认为牧师在开玩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说的时候你不相信，因为我说的时候你打一个问号，你说我说的时候你认为牧师不过是说一说而已。没错，我说一说而已，但是我说一说你就相信，神迹就出现了。记得历代志下第二十章，约沙法王面对这个亚门人、以东人把他团团围住的时候，你注意，示该亚就跟他讲说：“你们站住，上帝今天要为你们征战。”约沙法王说了一句话：“信耶和华的必站立得住，信他先知的就必怎么样？亨通，就必怎么样？”亨通。你注意两个信，第一个是信上帝，第二个是信上帝仆人说的话。你要记住两个相信，你来这里你都相信上帝，但你来这里有另外一个相信，相信上帝借着神仆人在对你说话。你唯独有这两个相信的时候，你才会带来神迹。这是很多教会没有神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神的儿女相信上帝，但不相信他的牧师，所以就不会有神迹。我真的告诉你，就不会有神迹。如果你相信上帝，也相信上帝借着你的牧师要对你说话，你的牧师要为你祷告，你的牧师要把你带到恩典中间去，于是神迹就会出现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新殿教会是一个充满神迹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叫 Miracle 祷告会。我们一起说 Miracle 祷告会。我们一直说我们是神迹祷告会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同工们的制服上，这个绑背上绣的是什么？ Miracle。绑背上绣的是什么？就叫 Miracle。 Amen。 因为我们是全台湾唯一把神迹绣在衣服上的教会。
我们以前还有更多，我们的 T 恤上边呢印的就是 Miracle， 很大很大的 Miracle， 因为我们把神迹穿在身上，我们把神迹当作我们的信息，当作我们的标志，向人来宣告。我要宣告，我就是神迹。一起说，我就是神迹。我就是神迹。一起说，我有神迹。我有神迹。我的家就是神迹。我的家就是神迹。我的儿女就是神迹。我的儿女就是神迹。我的工作就是神迹。我的工作。我的侍奉就是神迹。我的侍奉就是神迹。台湾要有神迹。台湾要有神迹。中国大陆要有神迹。中华民族要有神迹。中华民族要有神迹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，特别当我这次去了美国以后，我里头更深的相信一件事情，福音的恩典已经开始临到，是要由华人把它担起来了。我再说，福音的恩典要由华人的教会把它承担起来，不管是中国大陆的，是台湾的，是马来西亚的，是香港的，是印尼的，是东南亚的，所有的华人教会会在这个时代里头将复兴的恩典承担起来，把天上要带到地上来。弟兄姐妹，你就是把天上的恩典带到地上来的管道，你可以带到地上来，你可以把这恩典带到你家里头，把这恩典带到你的职场的上头，带到你的办公室的里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一点赞美上帝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很多人没有来，很多人没有来，你能不能做一件事情，把牧师今天讲的话告诉你的小组里头的弟兄姐妹？我反正有录音嘛，你就把这个录音哈，把我这一段了，请你们把它剪下来，抛给各个小组，你们就传给你们的组员看，让他知道，他是要把祝福带到地上来的，他身上是有使命的。他要珍惜这个恩典。对不起啊，我最近想一件事，这个实在是太 low 了一点，但是我就这么想。以前我们看童话故事，你记得这个阿拉丁神灯，神灯记得不记得？擦一擦神灯，于是就有一个那个巨人出来了，然后你吩咐他什么，他什么都帮你做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对不起，如果你有个阿拉丁神灯，你要不要常常擦它？要不要常常擦它？你会常常擦它，然后跟他讲你要什么，会不会？我要告诉你，有一个比阿拉丁神灯更厉害的，就是你的祷告。你知道吗？你不必去擦阿拉丁神灯，你来擦上帝的神灯。上帝给你的这一个宝物，你就只要一呼喊，上帝就来了。 Amen。 如果上帝来了，祝福就来了，恩典就来了。你要信得过，你要信得过，你要信得过，你要信得过。我想日本人的那个就是什么，那个叫小叮当是吧，还是什么，跟另外一个是谁啊，哆啦 A 梦，差不多相同的故事啊，哆啦 A 梦是相同的故事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不是童话故事，我们是现实发生的故事。所以你现在希望天使为你做什么？你希望天使为你做什么？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祷告。雷轰闪电地震要发生在你的家里头，要把那个魔鬼赶出去，
要把那个疾病赶出去。雷轰闪电地震要发生在你的职场的上头，要把一些不义不公的事情赶出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雷轰，你的祷告要带来雷轰，要带来闪电，要带来地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数到三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，求上帝把这些的恩典行在你的家中，行在你的职场上，特别包含有一些人的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的，上帝要有极大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一二三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喊三声主啊，大声的喊好不好，尽力的喊，奋力的喊，然后开始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主啊主啊主啊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耶稣，赞美你，上帝，你的祝福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中间，上帝，我仰望你，上帝，我祷告你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祝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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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施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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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多的施恩，再多的，上帝，我谢谢你，上帝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这一在网路上边的，网路上面的恩泽，网路上面的恩泽，网路上面的恩泽，祝福要临到恩泽的身上，网路上面的，在大陆各处的聚会点，在大陆各处的聚会点，恩典要临到他们的身上，上帝，我们赞美你，上帝，我们敬拜你，谢谢你主耶稣，谢谢你主耶稣，今天我们在香港的，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的，今天我们在各处的，上帝，我们仰望你，今天我们在全台湾各处的，圣灵啊，我们祷告你，圣灵啊，我们祷告你，圣灵啊，我们祝福，我们祝福，我们祝福，谢谢你主耶稣，奉主名斥责那个胆道的疾病要离开，肠道的疾病要离开，奉主名斥责斥责斥责，皮肤上的疾病要离开，奉主名在这里斥责斥责，脑部的疾病要离开，中风的疾病要离开，上帝啊，雷轰闪电地震，上帝啊，把那个魔鬼统统赶出去，上帝，我们敬拜你，上帝，我们祷告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的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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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理仆人的祷告，赞美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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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耶稣，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耶稣，我们敬拜你，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在我们祷告会里头很热情？你要记住，主日崇拜要一样的热情。你知道吗？当你会呼喊阿门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，听得进去。当你会呼喊阿门的时候，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恩典与神迹一样会临到你的身上。不要管边上的人阿门不阿门，你们要阿门到让边上的人都要一起阿门。阿门。你要让他发现，不阿门的叫少数，不阿门的叫异类，让他们知道阿门的才是正常。阿门。阿们的是正常。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，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第一次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要为着所有肿瘤的病人，为着你的家人，你们出来，我们要为你们来祷告。肿瘤的病人在右边，为家人在左边。弟兄姐妹可以坐一下，区长们麻烦你们也都可以出来。可以先问一下好不好，来，徐总们来，
问了一下之后，我们要开始为他们来祷告。弟兄姐妹举起手来，我们就开始为他们来呼求，相信上帝的医治。Amen. 我们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就向你来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主耶稣，我们祷告，癌症要离开，上帝，肝癌要离开，肾脏上面的肿瘤要离开，子宫里的肿瘤要离开，卵巢的肿瘤要离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现在就吩咐上帝啊，脑瘤要离开，肺癌要离开，上帝，我们就奉你的名，主啊，今天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我是奉你的名而来，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，上帝，你来医治。现在我看到你按手在他们的身上，谢谢你耶稣。上帝，我们要看到是奇事神迹，不是普通的神迹，你要给我们特别的神迹，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 Amen。肿瘤的病人听我说一下，肿瘤的病人听我说一下，这个你没有肿瘤，我也有肿瘤啊。那么我就是要说一件事情，肿瘤没什么了不得，不过是块石头而已，连大山都算不得什么，石头也算不得什么。你看到我有肿瘤还这样快乐的服侍，你看到我还在这个地方快乐的像没事一样，你也要这样。有肿瘤了告诉我上帝还在不在，会不会因为我有肿瘤了上帝就死掉了？不会，我有肿瘤了上帝还活着。万一有一天我离开世界，感谢上帝，我要到他那里去。所以如果有肿瘤，记住一件事情，珍惜每一天，好好的亲近他。第二个，珍惜每一天，好好的服侍。你看秀娟就很好，她得肿瘤这么久，每一天在教会里都服侍老人家，每一天都来教会里都服侍老人家，他没有躲在家里头去为自己的肿瘤哀哭啊，觉得自己的肿瘤就必须休息，当然要有一点休息了啊，但是呢他就是这么快乐的服侍吧，服侍的像没有肿瘤的人一样嘛。正因为有肿瘤，有可能啊日子不多了，正因为日子不多，告诉我要活得更精彩。如果只剩下半年，更要活得精彩，要每一天让我四周的人看到我都会觉得我
是个大天使一样的来爱他们。我得了肿瘤了，不是要大家来爱我们，所以我都告诉弟兄姐妹，不许问我身体好不好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我身体好得很。我们要成为最快乐的肿瘤病人，快乐才会有神迹啦，哭泣不会有神迹啦，越快乐越有神迹啦。而且记住，多服侍人，因为能够服侍人机会不多了，所以剩下来的生命让他活得最有价值。好了，你们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主能够。主能够，主能够，我知他能够，我知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。主能够，主能够，我知他能够，我知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。那一直破碎心灵是被掳着自由，那是瞎眼才能看见，瘸腿才能行走。主能够，主能够，我知他能够，我知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再一次为着整个的圣诞祭来祷告，不是为我们的教会，是为所有台湾的教会来祷告，让每一间教会要经历到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开始为着你们的名单祷告了没有，因为我们说，第一个，你的名单不是凭空自己写出来，是你去祷告出来，上帝会给你名字，你要看到那些的名字写下来，然后要为着那些名字祷告，因为上帝会打开你的眼睛，打开你的耳朵，打开你的心，让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需要，听到他们的需要，感受到他们的需要。因为当你知道这个的需要，你去做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事情。就像是我在美国的时候，跟我们去那边服侍的同工，因为他还是每一天的清晨就在台湾上班，然后他就说，你可不可以跟我的老板就聊一下，因为他说他老板最近很不顺，需要改运，然后他就跟老板说我们教会有改运的服务，然后所以就请我打电话给他们的老板，你知道，他就跟老板就讲，他说你需要改运，你不需要找别的，我们教会有这个的服务。所以呢，我就打电话跟他们的老板，就在电话上面就聊，就给他经文，我就跟他经文，就说我看到这段的经文，我想要祝福你，因为上帝的恩典能够在你的身上。你知道，我他还没有觉知，但是他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日子不久，因为这个人在他的公司里头一直的去听，一直的去看，一直的陪伴，他知道这个的需要，他听到这个的需要，他去服侍这个的需要。我就在等接下来在临门一脚，他的老板就可以信主了嘛。 Amen。对啊，你要为这些朋友祷告，真的，你可以让他们知道，当他们觉得他们不顺，你就说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教会有改运的服务。真的，你信了耶稣，难道你的生命不会被改变吗？那不就是，我们只是用接地气的方法跟他们讲嘛。他们要改运的意思就是要改命运，改命运是什么？就是要新的命，命运不是就被改掉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要为他们祷告，祝福嘛，祈福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做的圣诞节干嘛？给他们生命当中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记得名单很重要，送礼物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开始送礼物了。下个礼拜我会开始检查，你们一定要开始送礼物了，要送咖啡，送水蜜桃，送随便，不要送烟，不要送酒，对不对？就不要乱送，但是要送对东西，把东西送出去，你要看到
就会变得不一样的。你相信说阿们。我们就为着圣诞节来祷告，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在这边就向你来祷告。圣诞节的季节，要有许多的人得救，要有许多的人得救。谢谢你，耶稣，耶稣，我们就是向你祷告，向你祷告，向你祷告。上帝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。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耶稣。主耶稣，让我们大胆地去传福音，让我们大胆地去祷告，让我们大胆地让更多的人认识你。谢谢你，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知道，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因为秀兰姐她就是很大胆地传福音。她在你知道，有的时候传福音是什么？就是你大胆地讲你跟耶稣是同国的人。他就在这一边的二楼，就是有四楼，就是有人给了他停车，因为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就很聪明，他其实我知道他也不需要这个的券，但是他就跟人家去问有没有停车的这一些的收据怎么样子，然后就有高中生给他，他拿了之后他就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，他们就说哦，他说你是基督徒吗？我正在要找教会啊，那怎么样子，就是我想要多认识教会。他就能够把这一群的人，16个人，对不对？ 就把他们介绍给了我们的传道人。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敢讲说耶稣爱你？阿们吗？大胆的去讲，跟旁边说你要大胆的去讲，跟旁边说你要大胆的去讲。Amen, Amen, Amen。 来，今天聚会在这边要到一个的段落，但是我要问，因为我已经知道有人需要，我要问今天如果你来了这边，你还没有受洗，你一直在怀疑的，今天就是机会，是吧？哦，就对，因为你要改运的，快点出来，好不好？受洗的，今天你要受洗的，就快快出来。Amen, 有人在出来了，给他们讲。如果还有人要受洗的，就出来，不要再等，就是今天，不要等，就是今天。Amen, 今天聚会在这边到一个的段落，祝福大家，跟旁边人说，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。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。如果还有人要受洗，可以到前面来，张牧师今天要帮你们来受洗。如果还有人要受洗。